备有六年时间啊，录制是四年时间。薛凯琪的全新国语专辑《你我之间》终于是正式推出了，而他也是带着自己的新专辑开启了宣传模式。谢谢大家来到这里。那因为，虽然生病，但是还是很开心的，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你我之间》这张专辑。纸巾热水准备齐全，重感冒的薛凯琪带着厚重的鼻音演唱了三首新歌回馈歌迷。你是穿行无人的指引，我的心。三首歌之间必须不断喝水润喉才能继续演唱，即便如此，薛凯琪还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毕竟这张新专辑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和心血。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再也不会有这么奇怪的一张专辑可以给我那么任性的录了四年，筹备了六年。录制四年，用九首歌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精打细磨的新专辑《你我之间》终于正式问世。面对采访镜头，薛凯琪表示，有些人他一定要感激。一个一定是粉丝，因为他们等了我六年，要感谢我自己吧，感谢我自己有一个浪漫的一颗心。文娱新天地北京采访到。